这坐的没什么大意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空间这么大，你脚是站不住的。前面要坐人呢？前面坐人，他腿脱就不会起来，因为你如果说选装这个，其实看个人需求，有些是考虑公司用车，前面不坐人，相当于老板坐。前不坐人可以。这个本来他就是给人选择的。小一小一。哦，这个是选装的吧？关闭按键。 本来就选装的，而且1万块钱的一张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这多少钱一斤？32，都可以一样便宜一点的。 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免费试吃，免费品尝，一碗15块，100块钱3包。 刷了刷了刷了，人家是我帮你刷刷忘了。我不到凡他呗，是。我们那边就是翻黄历，翻过。怎么了，小雨？
在软件商店你们自己下载就可以了。